伊咧开迄个物件是我的机要吼，我的机要伫我办公室。迄阵我拄拄啊背迄、那个，另外伊完全伫济州啦，我去伫济州啦，啊个背啊迄个去因要去查迄个宜兰的迄、那个科学园区，所以我无伫咧，我伫宜兰红通伫，我的机要伫内底。即、這个台湾的系统吼，就是讲国安会吼，国家安全会为了国家的安全吼，有一寡。秘密性的物件是分伫各部门吼，有无同的主管咧负责。啊，伫国科会负责国家安全的机密的副主委是我，所以我的办公室里面有一个安全的迄个锁吼，有一个安全箱吼，吼啊，这个安全箱要顶上这个安全箱是爱有一定的身甲安全调查，就是我甲我的机要，你知道？我两个吼。当然，我两个当开，啊，当提来这物件的。啊，事实上，咱的国家的安全吼，实际上安全的系统吼，无像美国遐安全啦。所以我，但是倒来，咱会当尽量做就做吼。所以，含国家安全会议，含那在平常咧开会的一寡决定、一寡会议记录、一寡物件吼，基本上是啊，含国科有关的是系伫我的安全箱内底。啊，今来底是迄、那个由最后由我的机要吼来去你负责。啊，所以伊一日入来是，伊第一来就讲爱开迄个安全箱吼。啊，我的机要是讲，这安全箱内面无恁的物件，啊，内底拢是国安会的机要文件，吼、哦、啊恁，因拢恁若无一定的授权是袂使开啊。我这个检查我做歹咧，意思讲我诶搜索证内面靠什么货未开咧？意思讲阮一个逃避规划什么货安尼，可能未是当特别关掉了，就难无开啦。啊，我只要无大啊，伊讲除非伊嘛是虾米阿友，虾米即讲，除非你完全调查，啊若无我是袂当开啊。不过伫迄个情况下，我想即个叫做我谈无关着。可能世界上大呢，总统嘛比较大，伊就命令伊开啊，不得不开。开的是爱看内底吼，迄个代志就严重啊，你知道？啊，如果我到我只要嘛委曲求全啊，讲啊无安尼啊，无咱安尼吼，内底无物件，不过这文件啦，你无需要看，我甲你暗起來，啊，互你证明讲我这个文件吼是含你的这个见证无关的。啊，伊当然做唔正话咧，做袂爽，不过。这款讲法应同，伊应同是较，伊应是较合理啦。所以，每本一张一张摕起按的，互伊看讲哦，这个是啥物个案内来迄落吼，啊，内容卖互看咧，安尼较咁完咧。啊，这若伫海外来讲吼，这个都要掠起来咧。你知道这是足严重的代志呢。啊，毋过伫这个检察官当道的这个。中华民国的政府吼，但是无奈嘛，这是迄日发生的情况，这是当然是我的助理甲我讲，我无伫现场啦，不过这是真真实实的物件吼。我当然作气啊，我问讲，伫一个国家的政府内面，竟然以一个足简单的搜查，讲做贪污盗利的一个搜索证吼。啊，都有法通盖过国家安全吼，这个国家安全等于是无安全。我会提这个是因为讲，我记迄阵啊，咱的迄个福尔摩沙卫星发射不偌久，啊，阮不只啊成功，然后其实世界足侪国家，包括中国，我嘛足想要来。一旦知影讲咱迄个卫星的迄个拍摄情况，所以我特别去想着讲，其实 maybe 有这个。我记得国家安全机密性的物件咧来对，有啦，嘿，熟悉是安尼，我就已经想到这个讲，这个国家一定有足侪迄落咱维护国家安全需要所需要的一些机密的资料是应该被安全的保存的哈。然后，哎，问题是讲第一点，咱的国家吼。这当然一部分可能我现在对
大老拢大学检察官吼，嘛不一定公平啦。我想是检察官吼，咱互伊一个机会啦吼，讲实际上检察官嘛搞不清楚吼，讲到底有这个机制吼，看伊外悬的赞助伊会使去袂？啊，可能伊嘛第一遍当着讲是一个伊要立的这个政务官吼，有即款机密性的物件伊袂使叮当啊，所以。伊俩人俩关系，到尾世间发现讲，只要人来甲伊讲，讲这袂使叮当，伊拢甲想着讲，真内底一定掺我要爱的物件。啊，所以，伊查查，伊满意过，而且，这个代志过去了，我事实上我是，因为我是作品感，所以迄个代志我特别写伫册顶关，这是国家的命根吼，啊，三号迄个。一定要有一个方法去规范，讲 OK， 你来抓，你要抓人，你有你的责任，你有一定的车头，有一定的规则，你都要遵守。可能即卖咱台湾无即款规则，互伊发落，互伊去追随也不一定。但你是一个高级的公务员吼，对国家安全一世人吼，基本上你嘛知影，出一个你袂使顶当。啊，这是上大的心理，介大的心理，伊无爱尊重这个。这条线的原因，就是因为第一点，检察官的迄个对于国家的规则的漠视，因为伊就是咧执法的人，对法对伊来讲拢是伊的工具，所以伊根本就是对这个法，伊就是无迄个遵守的迄个心态。第二点，足严重的心态就是讲，伊甲你发动要查你，已经查足久啊。伊头壳内已经甲你看作罪犯，伊毋是甲你看作普通人，所以伊先入为主，伊讲啊，你就是罪犯嘛，你逐项拢嘛可能会唔对。这点是咱的检察官一个上界啊，讲作要不得啦吼，不惊伊讲听无，要不得的迄个心态吼，伊自所有人拢看作罪犯，所以一堂嘛拢甲你看作讲你存心不良，所以个。伊个产生一款态度，啊，我的 case 是互我到尾来，我今日会判无罪，我讲遮吼，较有人要听，你知毋知？今日我若往判无罪倒转来时，人嘛讲啊，当然诶啊，你着要按掩饰罪过嘛，吼啊，所以你当然安尼讲，事实嘛你有罪。啊，我今日我是因为已经经过听书啊，无罪，我来甲讲，我希望讲，大家看。小可会当针对这个代志吼，小可相平拢想看嘛。你检察官你安尼做敢对吼？你无尊重国家的制度，你对国家是违法的。你无尊重人权吼，人的基本权利无要共顾。啊，伊都共假设一路甲你讲，你就是有罪。吼啊，我无定就是要抓你去治罪。啊，搞不清楚迄个情况，也无迄个证据讲我有罪的情形啊。你就讲假设我是有罪。就是安尼是，伊开始做出遮济，吼，互一般的人权组织，伫世界的迄个水准内面所无法帮忍受，也无法看袂落去的遮个代志。啊，这我想咱的检调制度，后摆有足大的进步的空间。